国家都没有货。15PM 256。白色跟蓝色。蓝色。蓝色你要吗？打架。拿个565呗。505是吧？对，亏钱，我们开单就这个价格。505太贵了。太贵了，你这市场上找的，他们不是出5000吗？没有，你要跳白名单吗？这个T 版不写不了 ，T 版白名单没有用 ，T 版还白名单没用，人家现在都收这是收这种解的不繁琐，就是什么什么这个运营商的，就是 T 版加可以接，这谁解的呀？他你看。他收的就是这 Spritz 是吧 Spritz 才解不开呢，这解不开，这解不开，还是卖到国外的，没有，还是可以，不是卖国外的，可以解锁的，可以解锁1000，说是99%概率，然后解不开啊，解得开，我们已经在提交一部分了，先开到5750的货也有，5500的货也有，你说到家亏得要死不？那只有抱着那种希望去解吧，肯定解，解完之后还可以。这个是黑的白的，黑的。黑名单，黑名单就不会拿来。黑版一般是黑。黑版我没有白名单，是那边没有放白名单给我。啊。他拿来解锁了。是刚给客户改好的15+256，这是刚刚拿要改 DB 的15PM256。现在很奇怪的现象是，15PM256比15+256还要便宜，会怎么选？这个是要内置触点或者 DB， 这个是可以开卡槽。直接可以双卡双待的那种，要你怎么选呢？